常开始走都不嫌晚，一个梦有多远不放手就不怕难，往前飞就不会留下遗憾，牵着手就不会觉得孤独。车停比较远，你等一下在门口等我，我先过去开车。你怎么哭了？哎，你跟他说啊，他要是跟钟贤怄气，要回来告状，我可不护着他啊。我是说如果啦。伟华，别哭，你跟妈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今天来产检，结果。医生跟我说，陈医生，三个月以内就可以听到小孩子的心跳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们刚刚做超音波的时候，你不把声音放出来让我听到呢？陈医生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陈医师，哪里有不对？你直接说，没关系。还没有测到心跳。有问题啊，刚刚看胚胎的样子并不是很理想。那我确定是不健康的胚胎吗？这样吧，再观察一个月，如果还是没有听到心跳，那就确定不是健康的胚胎了。妈，怎么办？我真的很怕，我真的很怕孩子保不住。要不要回来？妈今天做了你爱吃的打卤，回来解解馋。啊，别哭，妈等你。好，妈再见。哎，你做了打卤，中午怎么不拿出来吃呢？现在才正要去做。我跟你说啊，待会我华进门的时候，你别在那边瞎嚷嚷。我还要叫眼泪。哎，你们母女俩在说些什么我都不清楚，却要我这个做老爸的不要惹女儿生气，这有道理吗？她今天去做产检状况不好，
医生说这一胎能不能保得住啊，还要再观察一个月。真的是臭老头。哥，这个时候啊，女儿最大了，千万不要给她生气，不要给她伤心啊。吃慢一点，吃慢一点，别噎着了。你要多吃一点，我就是最近胃口不好，都没有好好吃，营养不够才会这样。尤其是现在的你，要更辛苦的。再怎么辛苦，只要能保住孩子都无所谓。伟华，听妈一句话，我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保得住。可是没有人能够保证，这孩子跟你一定有缘呢。我不要，这个孩子再怎么样也是个生命啊，我不要他不见。伟华，妈。钟玄对我的好，你们都看得见呢。我知道他喜欢孩子，更希望有个女儿。他只是不肯跟我说，是怕我太辛苦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孩子我都要保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要坚强，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。妈给你加油。今天喝茶不喝酒，免得你啊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不要担心了，你丈母娘会安抚她的。遇到这种事情，我想伟华他一定是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淹大水了。可是都还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希望，他就哭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劝都没有用。伟华呀，他心肠软，从小就是个爱哭的丫头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我们家隔壁呀养了一只小狗，后来小狗死了，他哭得乱七八糟的，比狗主人还要伤心。所以嘛，今天呢他是苦主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哭得更严重。虽然这个孩子还不能够确定会不会没了，但是我却能够确定他现在已经是在胡思乱想了。都是我对不起他，他如果不是想说要帮我多生一个小孩，也不用受这种担心害怕的折磨。生儿育女是为人妻子的职责跟本分，你没错啊。可是我也没有全然啊，负起为人夫的一个责任。我还记得啊，尚摩刚出生那个时候，在半夜啊一直哭闹，伟华啊把他抱起来，一个人在那边摇啊摇的，一直摇到天亮。在旁边看他，想帮忙却帮不上忙，这是我这辈子啊永远觉得亏欠他的地方。钟贤啊，你老说亏欠伟华，我倒觉得
是我们家伟华有这个福气能够嫁给你，果真是无债不成夫妻呀、啊！好好好，不谈这个了啊。哎，干。今嘛有生啊，那初当的工课哦，哇，就好啊啦。啊，你要到啥工？唔练啦，我当作运动啦。照顾厝内底吼，啊，伤无闲啦，啊，身体再拍歹去啦，啊，所以阮两个人吼啊，参详好势啊啦。后摆吼日时的时阵，阮就来遮甲你啊，这厝内底摒扫好清气，啊，顺线吼，甲暗顿煮好好，安尼吼，你就会当专心去上班，唔免操烦遮个代志，好好啊养胎啦。这样不好了，这样你们要跑来跑去，会很辛苦的。哎呦，阿你哦，你甲娶家传宗接代，阿都无你叫辛苦，阿阮两个老的较忝的，哪有劲啊？啊，阿华，阿你爱乖乖听话呢。医生讲哦，阿乖小心一个月啦，阿一个月内底哦，阿你甲身体照顾好好，好好养胎。哦，这样那么疼，我会想要哭的。够紧啦，来，爱哭妈妈叫你哭，哦，来，来，哎，唔免惊哦，吼，你知影哦，天下上勇敢的，就是做妈妈的，啊，你爱较勇敢的，知无？一定要跟你们一样才行，阿内都好，啊，对啦，啊，阿顿好啊，我给你通一胃汤啦，啊，不要啦，这家我才吃了一大碗的打卤面，无喏，咱这是养胎哦诶，对囡仔哦，足好诶呢。怎么样？我都一定要喝。兄，我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加油，知道吗？我喝这碗汤是为了你。
什么？都几点了，你没有去上课啊？妈，没关系啦，我先把那个杂草落叶先处理掉啦，这样才不会抢了花的养分啊。我相信，只要把花照顾好，妹妹应该就不会有事啊。你也相信红花的传说？不知道哎，可是如果我把花照顾好，它开得很漂亮，那我宁愿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。我也希望。好了，快点了，快迟到了。妈，妈妈有交代哦，她说你走路要小心，而且要慢慢的走，还有不能为了赶公车用跑的哦。好啦，知道，小管家，赶快走吧。嗯。妈，拜拜，要小心哦。神经兮兮的，怎么了？我梦见刘明没有了。啊，你要放轻松一点。我也想放松啊，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啊。你不要给你自己压力这么大，就算孩子真的没了，又不是世界末日。你根本就不懂，你根本就不了解，这个月我过得有多惶恐。可是你在我肚子里，等着时间到。宣判他是不是活着？他明明就在我肚子里，我却爱莫能助。什么都帮不了他，就除了等这条路，我什么都帮不了他，帮不了我们的孩子，我帮不了。早知道你会这样，当初啊就别怀这个小孩，那你就不会多受这个月的煎熬。受煎熬我不怕。只要他没事，只要他没事就好了。我也希望，但我更希望你不要为了我而受苦。怀孕是我心甘情愿的，baby。有这么多人为你努力，你要加油，一定要加油。陈医师，刚刚做过的超音波还是没有听到孩子的心跳声吗？
这边坐一下，妈有话要跟你说。卫华，我知道你心里很苦，妈看了也很难过。可是天下没有尽如人意的事啊，你要想开一点。卫华，妈刚说过了，只要身体健康，随时都还有机会的。妈，阿妈，你们回来了。妈，你进来啊。妈，你看，我用零用钱呐、啊、买这个发夹，等妹妹生出来的时候给她用，她就跟这娃娃一样可爱哟、保袂掉啊啦！那注定无缘哦，啥拢无法度啦。啊，这会使哦。唔知影等到啥物时阵吼，才有人捡去穿啦。老婆啊，我甲你提醒一下吼，阿华巴肚内囡仔无去啊，你哦，你莫伫伊面头前啊啰嗦生囡仔的代志啦。我知啦。你当作我白目去。阿华吼，阿即摆已经失去一个囡仔呢，这种吼妈妈的心痛吼，我上了解啦。虽然吼，啊我心肝内有偌希望吼，会当替带个吼，加添一寡子孙啊，我嘛袂去伤着我的心腹啊。这款代志吼，天注定的啦，袂用得勉强的啦，你知无？知。阿母讲的哦，拢对啊，哈。阿你嘛，佮差不多。不许多。我要去买生化汤啦。好好好。你甲阿华吼保贵啦。老夫对媳妇哦，真正是用心的。
这个红油啊，真臭豆腐，闻起来很臭，可吃到嘴里啊，就是很香。我这样喜欢吃，你多吃一块。你们自己吃吧，我吃不下。吃饭，喝杯牛奶了。谢谢。妈，快喝啊！那等一下再喝。妈，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。什么秘密啊？其实我一开始并不喜欢你肚子里的妹妹。为什么？我怕有了她，你们就不爱我了。傻瓜，怎么会不爱你呢？可是我已经开始喜欢妹妹了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她也想知道为什么。睡，明早上你要早起。我就是睡不着。这是萨摩给妹妹的礼物，正在用不着。看哪，我越难过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王雨华就跟这花一样美丽，一样神采奕奕。其实天塌下来，都一样会乐观面对。你干什么啊？我很在盼花。干嘛？骗人！骗人！伟华，
说什么开花的会是女儿，那个花开的那么茂盛，会是我女儿却没有了。伟华，这红花没有错，它只要水分够，养分足，它自然而然就会开花。反倒是我们自己骗自己，老是把希望啊寄托在那不切实际的传说上面。我不想听这些，我只知道我的孩子没有了，我的女儿没有了。伟华，听我讲，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小心翼翼地照顾她，可是还是没有用。我真的是很糟糕的妈妈。伟华，你很清楚是胚胎不健全，不是你不尽责。我是觉得自己不对，我都希望给你再生一个女儿，让爸爸跟妈妈再抱个孙子。等了这么久，结果好了。又没有人怪你，何必自责？快，伟华，来，看着我。我们不管有没有女儿，我都已经很满足了。孩子不能跟我们，那就是缘分，谁都没有办法强求。我跟他的缘分为什么那么浅？我白做了一场好梦。这个缘分虽然短，但是却很甜蜜啊。他现在要走了，你是不是应该感激他这段时间为你带来的快乐？你应该要开心啊。你如果这样难过，你想他走得会开心吗？你就是舍不得我吗？舍不得。伟华，你越舍不得，失去就越多。你把心都放在一个无缘的孩子身上，你不要忘了，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在为你担心哦。你沉溺悲伤越久，对上某越不公平。你忘了吗？我跟上某两个都是生活白痴，我们啊，现在才是急需要你来照顾我们。对不起，我只顾着自己难过，却忽略了你跟上我。对不起。如果是梦了，就赶快醒过来，伟华。应该要知足，人生啊，要无缺憾，那是可遇不可求的。重要的是，把握当下，珍惜眼前所有的人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。我妈说，如果把自己身体保养好，我们还有机会的。我不想再生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我知道你很喜欢小孩子啊。可是我更在乎你。你帮我生小孩，我却不能帮你抱小孩。他要把所有养育的责任都推到你一个人身上。陪你这么累，这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
我心疼。可是，可是我们没有女儿啊。谁说的？我不会浪费上我的心意。你看。不是有女儿了吗？没有缘分的话，何必强求呢？明天我就把她给隔壁婆婆的孙女，给她玩，她一定比我更喜欢、更爱她。再见了，无缘的女儿。饭哦，什么？小爸爸，我先帮你舀骨汤。没大没小。你看什么？我在看一幅人间最美的图画。我想啊，老天爷啊，应该认为我有像萨摩这么乖的孩子就够了。就应该知足，实在是不应该太贪心，多要几个。你能这样想是最好的，最起码心里不会那么难过。对了，伟爸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你说。在年终的时候有一场岁末祝福晚会，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参加。好啊。他会不会像同乐晚会一样有表演可以看呢？应该是吧。我只知道有一个受证仪式，我要上台参加。受证？受什么证啊？就是，拿给你看。100万？是啊。你捐这么多，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啊。上面的日期明明是一个月前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今天才告诉我啊？是伟华，听我讲。蔡宗行，你真的太过分了啦！妈，这个汤是补血的，阿妈说要给你补身体。补血？你给他喝。你爸才是失血过多了。爸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还要不看医生？没有啦，你妈妈的意思不是我流血。老板什么？你不懂了。
捐了那么多钱出去，没有跟你商量，你生气是应该的，我没有意见。你当然不能有意见啊，100万呢，你连说都不说一声就捐出去了，你干嘛不尊重我嘛？就是不知道你到底可不可以接受，所以不敢讲啊。结果你还是漠视我的存在，不管我接不接受，你还是捐出去了，不是吗？对，我把钱捐出去，没有问过你，是我处理不当。可是这个钱捐给实际，这100万，会变成千倍、万倍的力量，去帮助更多的人，这功德是无限大的。都说了善有善报，你积了德，我也支持你去做慈济啊。可是我却为什么就没有好报？孩子还是保不住。那是因为我们跟小孩子没有缘，他才走的。再说，做慈济又不是买保险，不是说你今天捐了钱，就可以一辈子长生不老，永生不死。不想听这老生常谈的论调。只要是人，他有所为，就有所求，这没有什么不好。可是如果是做善事，有所求的话，那就是伪善。那如果是假的，那又何必去做？那如果是真的是无所求的话，那所有的困扰都不会缠在你身上了。参观希望工程，你不知道。如果你看到有一群人，他们轮流休假在工地现场做义工，他们在那里搬砖头、挑沙子、铲地，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，只是想要节省成本，帮大众锁住捐款。我也很想跟他们一样，放下自己的工作，跟他们一起去挑砖头，去搬沙子，就算是当成傻瓜，也要完成理想。可是，我可以吗？很清楚，这是我唯一的遗憾。但是，我不会因为有这样的遗憾，我就退缩。虽然啊，我不能跟他们一样出力气去搬砖头，可是我可以出钱，因为那样子可以让我感觉到，我就跟在工地那些人一样，在那边流血流汗，在出力着。精神在一起的，伟华，钟贤，我难过的不是你捐多少的金额，是你根本都没有告诉我，我是你枕边的人哎，你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我们还是不是一家人啊？我还是不是你的妻子？对不起。瞒你是我不对，可是你那个时候已经想要买房子，又怕给我压力。我如果真的告诉你我捐了钱，你呀一定会气到跳脚。可是你也会因为支持我，就放弃你找房子的愿望。你跟我过了十几年没有隐私的家庭生活，这次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完成你的心愿，让你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。可是，你刚捐了那么多的钱，
再买房子压力很大吧？破晓的。